接下来我们将去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如何将老鼠的皮给它剥下来。我们刚抓了一只是吗？对，刚抓了一只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它首先要生一锅水，先把水烧开。这是一定要用竹子吗？还是？啊，皮质很好，很好吸的，就像剥狗皮，剃毛吧。对。鬼呀，整个你都给糟了。好的呢。这个老鼠好像能拿出来。哦，把等一下，我就把这样子给它放好。把这个小的不要。哇，小的拿出来，小的拿出来。哎呦，那么给开。全部都吃。有的，小的有吃的嘛？小的更好吃，那只毛颜色很。哎，这颜色怎么有点不？它这种是山鼠，山鼠，这种田鼠，那两种毛不一样，山鼠的毛是黄，那个黄的。刚才呢，我已经剥完皮了。那接下来我一起带领大家看下来，可以怎么把老鼠洗干净来。哇，你都换好了是吗？哎，还没好，还没好。来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步是要把它开肠破肚是吗？先要把它这个毛先去干净是吗？剪干净，人家再开干。哇，这么勇敢还剥？那当然，我可是流着血呢还剥。堂堂八尺男儿，九尺，哇，这什么？这要拔掉吗？那个是肠，哇，这是剪干净的是可以吃，没剪干净不能吃。好像这个样，这就剪干净了，已经弄好了是吗？先把它切开，哇。是把里面内脏弄掉是吗？内脏全部可以弄掉。啊。把它剖开以后。啊。是不是？这个不要，这个要搞干净。那个是。有的人呢就拿去卖的呢，有的没定的他就没搞干净，这个是搞干净。那是不能吃的是吗？这个不能吃的，这个不能吃的。哇。啊，这个是可以，这个不能吃的都要搞掉。啊。这个是都要搞掉。还不能再解剖是吗？哇，大老鼠啊！能解，这是我们今天捕的最大的一只。你是第一次弄的是吗？对。我很有天分嘛。那当然，我是农村出来的。哇，那是这要全部去掉。一般的，全部去掉不要。跟杀鸡一样，就是放个冬，放个。哦，最干净的。这还挺肥的。对啊，最大的一只我剥了。家就是给你吃的。好的，我给加点料，黑暗料呢，那也够，这样不干。阿东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，你得谢我。哇，太感谢了，那我还是留给你吧。我洗不干净你就完了，给你留几根毛到你。我知道这尾巴短的是你的，我不会跟你抢的。现在已经在我手上，等一下，趁你不注意往你碗里一塞。谁做谁吃。牙齿那个不要搞掉。舌头呢？他那个吃的时候就，我的，而且他还牙齿还是黄色的。他吃稻子吗？他吃稻子。我还想他抽烟呢。以为是米老鼠。对，米老鼠也不抽烟。我还不这次被你磨练成这样，血肉模糊啊！这次只能留给你自己了。我可是很血腥的。哇，好，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洗好的，全部解剖干净的一只老鼠，来，给看一下。哇，有没有觉得很美味？有没有谁想试一下的？哇哇，手洗的吗？
没有。该哇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该解剖过感觉怎么样？我个人感觉跟表面上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恐怖，但实际上我觉得跟平时家里面杀了一些鸡啊鸭呀、啊、感觉都还一样的。你有杀过鸡和鸭？嗯，哇，看不出来啊。农村里面的孩子，农村长大的，点个赞。其实我也不容易，啥都会。